Hello， 各位 T 卡试车频道的朋友，大家黄昏好。因为夏天真的很漂亮，可是夏天太热，尤其这几天每天动辄超过摄氏38度，光晒头就晕了。所以我们选在你看黄昏这个时候是最美的时候来直播。那今天直播的车款呢，很漂亮的一台 Coupe， 它是 E-Coupe。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，啊，你近期不是出过汽车一次？阿哥订购为购拍一支影片，已经两次了。为什么这一次还要直播？因为这台快车不同款，这台 E Coupe 是 E400 Coupe， 就是它搭载的是 3.0 升的六缸涡轮增压引擎，而且它的配备呢，选配的更豪华。我们试驾的这一台车呢，它还多选了几项配备，除了你看到的它原本的 LED 头灯以外呢。它是多光束的 LED 智慧型头灯，就是它有远近灯的感应。然后它的轮圈呢，也换上了20寸的 AMG 的这个轮圈。它前面的配胎呢是用24535R20，后面是27530R20的轮胎的胎圈。那轮胎的选配呢，它是用这个固特异的 Eagle F1 的轮胎。那这台车呢，它还有另外再选配其他的，包括像智能辅助啊，就是我们知道的 Intelligent Drive， 它最引以为傲的，也是我觉得目前在试驾这么多款车型，它的 Intelligent Drive 的感应都很灵敏，而且很快。它除了有主动测距这些啊，哦，它还有像盲点侦测啊，还有这个其他的。像譬如说防追撞的预警辅助这些功能，所以它的安全性算是相当的齐备。那这一台车呢是红色的，那你看到的它的黑色车顶，因为它有一个很大面积的玻璃天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这个大面积的玻璃天窗呢，我从车内把它打开，好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台车的天窗面积有多大。我先把引擎启动。哦，有没有？其实。我之前试驾 E300 的时候，就很多朋友有看那个影片，就是我说 E300 很棒，但是它少了排气尾管，但是这一台有，所以其实开起来很过瘾。那个收油光启动你就听到那种清脆的蓝爆声，尤其你只要把它选在这个 Sport Plus 的模式，哇，这样吹油的那个蓝爆感又很好。哦，当然现在吹不会了，但我们上路的话，待会再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天窗其实面积很大，而且当然它的内装的配色还是相当的漂亮，但是因为要对应它的红色，所以它这一次的木纹饰板是用黑的，那个黑的就有点像是那种熏黑那种碳的颜色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看过森林修鬼吗？大概就是那种被烧烤过的那个木头，但是还是很有质感啊。那搭配它的圆形出风口，圆形出风口当然就是一样是用涡轮叶片的这个设计。那这一台车因为是算是顶级车款，所以它包括它的荧幕，哦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液晶显示幕，它是两个12.3寸的连接，所以科技感会更好。而且我觉得它的卫星导航真的帅，因为我觉得卫星导航它是 3D 的哦。你看它把旁边的建筑物都音色在里面，我觉得细致度是很高的。那还有它的其他功能，包括收音机，包括它的媒体，然后它可以连接手机，还有它的车联网。那车内的设定其实也很简单，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 Dynamic Select，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按，就是借由排挡座上这个拨杆按。好，那你可以调整你要的模式。那你在 Sport Plus 的情况下呢，它的跑车式声浪呢就会变得比较明显。对，那你一样好，其他的安全辅助的设定你可以在这里看到，包括它的 EPS， 包括它的摄影机，包括它的盲点辅助，然后还有注意力辅助。就是当你开车开得太久，那它侦测到觉得驾驶者可能会发现出现疲累，它就会出现咖啡杯，好，那这时候是提醒你去喝咖啡，因为这台车没有自动贩卖机，它不会跑一杯咖啡出来。好，它操作算是很简便啦，而且你可以藉由这个触控式的面板来做调整。
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，它这样的界面当然也出现在新的 Aston Martin 上面，包括 DB11， 因为它已经跟 AMG 做合作了，那所以说等于功能性是相当不错。那排档杆呢，依然是在机柱式的设定，那操作很简单，但是它的内装好像包括这个置杯架很深，这里还有个置物空间，那这有个凹槽是用来放，可以用来放钥匙的，它还可以充电。它这个扶手下面的置物空间呢，它有两个 USB， 但放一个面纸盒嘟嘟啊后，就是使用上便利性提升了不少。那座椅你可以看到这一台车的座椅，它其实是 NAPA 的真皮包覆，它的包覆感其实没有说特别的强烈啦，因为它对应不同的体型，但是很舒服，它的椅子的泡棉做得很舒服，而且你看到这个一个洞一个洞的，这一台车呢，它已经选配了冷暖的，除了电热以外，它还有这个通风装置，尤其在夏天，我觉得这个配备超实用。你会觉得你的背坐在椅子上，尤其真皮座椅，你会流汗，还有你的臀部跟你的大腿都会流汗。但有这个通风座椅的话，你把它开启，哦，凉凉凉，再搭配它的恒温空调，那个舒适感就很棒。那其他的像它的这一台车的，包括它还有停车辅助的功能。那停车辅助过去我们在试驾Mercedes-Benz 的车款，我觉得它一直都很精准，而且会让人家赞叹的是，它在侦测到停车位的时候，它会自己换挡哦，你不用再打倒档或是打前进档，它还可以自己驶进驶出哦，你可以要照你要的这个视角去做调整哦，然后等于这些科技性的配备其实是相当多的，比如说你看到我现在要前方的视野是广角的哦，那你只要这样看按，它就可以显示前面广角，哇，这个云彩看起来好漂亮哦，黄昏的时候，然后它还有这个 Eagle View 的这个视野辨识。然后还有车侧两旁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车门开启的状态下，然后车后的辨识度，它的摄影机等于是环舱，所以你在停车的时候或是在都会小巷行驶的时候，它的安全性就会无形中提升了许多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手机哈。哦，啊，有没有人要问问题的？可以边问哈，边问我边看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把安全这个引擎盖打开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台车的引擎。其实我喜欢 eCoupe 还有一点哦，就是以前它像 C63， 你要63 AMG， 它引擎盖才有折线。那折线你在正面看起来也刚刚有，我变就怕哎。那现在这一台呢，它也有折线。那你看到它的引擎，好，它这个水箱架是 alumi 哎，很明显的 alumi 轴哎。好，那这个引擎呢，它已经是E400的动力等级是 3.0 升的 V6 Turbo 引擎。那它的最大马力提升到333匹，而且它的扭力有 48.9 公斤米。啊，搭配它的9G Tronic 九速手自排，所以它的加速感觉会很顺畅。哦，我们今天早上在试车的时候，0到100，我加速实测，我测了3次，每一次它都是5.6秒，准，没有多也没有少，刚好就是5.6秒，而且引擎室的排列算是很整齐。那今天这一台车呢，它还有一个特色，它是 4MATIC。就是四轮驱动的配置，那它的四轮驱动呢？当然，我相信它以四轮驱动的配置是为了要对应更大的马力，因为很多人开大马力，如果说只是纯粹后驱，他可能心里会怕怕的，尤其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因为如果遇到譬如说转向过度，就是它车尾会甩摆的时候，那驾驭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惊慌。但是这一台因为是 4MATIC， 所以你即使把循迹关掉，其实它还是很稳定，因为它的前面的悬吊结构呢是双 A 倍衍生的四连杆，后面是五连杆，所以说它的原本的贴地性就很好，而且这一台还有选配了 Agility Control 的主动悬吊，那个主动悬吊就是你时速在125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己下降15 mm。
好，然后你在 Sport 的模式下，它也会下降啊，等于是提升你在弯道的支撑性，然后还有你的贴地性。那这台车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的四驱系统它是固定前面 45%， 后面 55% 的驱动模式，有一点点接近后驱，但是前轮还是保有很大的牵引力。那在内装的部分呢，因为它的轴距加长了 113mm， 所以说它的空间，后座的膝部空间比较大，它是真的可以载人的哦。像现在是我前面的坐姿，那我现在坐进去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有没有？你发现其实后座是还蛮宽敞的，因为我的身高是179公分，然后它这个玻璃也可以降下来，但开关在前面，所以你坐在后座你会觉得舒适性还不错。对，你看，然后我如果想要在海边吹风的时候，这个窗户打开，你就会觉得感觉更开阔。那如果天窗也打开，天窗的面积真的很大，我觉得是很多买 Coupe 的人他会喜欢的，因为买 Coupe 就是美型美款，它就是要帅气。那有这些配备，等于你在就是油车盒的时候，它会多了一些浪漫感。那再加上它的后座乘坐性当然不错，当然它是后座是两个座位，因为2+2座嘛，它是一台 GT 跑车，所以你中间不能载人，但是可以放杯子。好，的乘坐感不错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入室带大家去感觉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手机后，奇怪，我手机现在看到的，有人问问题吗？我怎么只看到谁加入谁加入？我手机好像有比较慢一点点。手机目前没有看到问题耶，有问题的可以继续留言哈。向右。哎，我手机可能有点怪怪的，我先请同仁帮我处理一下，来回答一下大家问的问题。好，再顺便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形，尤其我觉得它的尾灯真的很漂亮，那种金钻式，你可以看到里面跟它就在酸辣。哦，武安有大家问我问题，售价是多少？我们这一台车因为E400 Coupe 它原本是401万，那我们这一台已经选了刚才我念到的，包括像 Intelligent Drive 这些配备，20寸的轮圈，所以这台400，我给它确认一下，我怕到时候看错，这一台车的售价是448.6万，就我们今天试驾这一台车448.6万。E400 Coupe， 那它有 Intelligent Drive， 还有 Active Parking Assist， 就是它的停车辅助。那座椅呢是 Napa 真皮包覆的。那它的主动跟车系统其实很厉害，它可以从0到210，210就快了，咱台湾高速公路对不？只能限速到就是最高，好，你加上超速的，就是它的合理范围只能到120，但它可以到210，等于你上路以后一直上高速公路你都不用担心，就是它有主动测距的部分。那这台车呢，它还有包括它的气氛灯，也是它的标配。那还有主动防撞含路口车流辨识装置，上一代能见度蛮高，这一代如何呢？这一代因为它刚发表没多久，而且之前就是交车的关系，所以现在路上的能见度还不高。但是我有一次在路上有看到一台 E300， 那它现在有贩售车型 E200、E300， 还有今天的顶级款 E400。那 E400 是 4MATIC 的版本，我相信这个车很漂亮，可能大家不太确定。你看到的是 E-Coupe， 因为说真的，现在新世代的宾士 Coupe S-Class 的 Coupe、C-Class 的 Coupe 跟这个 E-Coupe， 我说真的，你要近看你才发现。那当然 E-Coupe 是你旁边看到这个侧窗，你可以它的特征是在这里，因为它的后窗是可以收纳的，所以
它有一个小三角窗，所以你可以由这个特征知道它是 E-Coupe。不然我觉得线条跟造型都很像，只有车体的大小。有时候惊鸿一瞥，我觉得我都可能会认错。对，因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现在的 S、C 或是 E-Coupe 都是很漂亮的 GT 跑车。因为我觉得宾士已经进入了等于算是年轻化的新世代的改造。所以它除了时尚以外还真的很漂亮，那性能表现也不错，操控也都有水准以上。那我们先下来要准备上路，那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它的加速性跟操控性。排气管，奇怪，我手机就是会慢一点点。排气管有原厂，有这一台有跑车式尾管，这台有跑车式尾管，所以你在 Sport Plus 的情况下收油。后行李箱好，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，但是有点乱哦，因为我们的那个，等一下哈，我先把它的摄影机关掉，然后把后箱打开。好，我们的饮料放在这里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后行李箱还蛮宽敞的，而且它这个有拉柄，你只要轻来拉柄，好，它的座椅就可以往前倾。就是你如果要放置长条形的物品，它等于相对它的便利性就会提升很多。有没有？它这个椅背就可以往前倾，算是很方便。好，现在把它关回去。对，它是全 LED 的头尾灯，全 LED 的头尾灯。那它已经选了多光束的智慧型头灯，就是说它会，你在完全没有光源的情况下，它会自己调配它的远近灯。哦，那 LED 多光束算是很漂亮。那后箱盖是电动启闭的，那开启你只要把这个 logo 轻扳，它就可以打开。好，关起来就这样关。然后下面还有分流器，然后它的尾管还是熏黑的，哦，看起来气势上是不错啦，看起来就酷色不错，还蛮跑车的。今天天气真的还是蛮热的，所以大家记得多喝水。就坐在电脑前面也可以边喝水边看。那我准备上车，带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一台车的性能表现。好，它这一台车还有个特色，就是你看哦，它的安全带。它的安全带会自己拉开，哦，因为Coupe车型就是最怕就是它的 B 柱这个离得比较远，那你在上安全带的时候比较不方便。但是这一台车它就是有这个辅助功能，那你把它扣上以后，你看我的安全带，那我把它扣上以后呢，它会自己收回去，所以还不错。我觉得这是算贴心的小配备啦。好，天有点热，现在把引擎启动，好，把冷气打开，然后把天窗关上。你有看到它天窗其实蛮大面积的，那它有个遮阳的罩子，就是里面有个遮阳帘，就是当你觉得天气太热的时候，哦，它就会自己把这个帘子，可以把这个帘子盖上。那因为为了怕收讯，就是讲话大家听不清楚，我把空调的声音关小一点。好，准备出发。好，我们要出发了。那早上我已经就是为这台车做过加速的测试，它的性能表现其实算很快。因为你知道9G Tronic 它的好处就是它的齿比很绵密，那齿比绵密的时候，它的超低档就是它在7档以后就进入超低档，它的齿比比较小，所以说它会有省油的特性。那再加上你在弯道的时候升降档的时候，它
它会让你动力跟齿比的衔接可以比较紧密的衔接，所以等于它的设计表现是0到100加速实测可以实测哦，在5.6秒达成。那以这一台车来讲，我觉得它整体来说，它的虽然它有主动变速，但是还是偏向舒适。就是当你把这个Dynamic Fillet 切在它的 Sport Plus 的情况下，过弯的时候，它支撑性不错，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其实没有那么硬。那当然，因为这是一台舒适型的 GT 跑车，所以我想原厂在设定上它一定会有一些考量，还是会以舒适性为主。否则你看它的 AMG GT， 它就可以坐个顶空空哦。所以因为产品的特性不同，所以它在定位跟设定上也会做一些区隔。但是你在加速实测上，它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已经有很强劲的性能。可能大家会觉得333匹的马力，跟48.9公斤米的扭力听起来好像还好，但是事实上，因为这样的动力数据，我觉得是最容易掌控的。因为300多匹，它不是很大，但是又够用，它不会让你觉得无聊。那你想要，譬如说你想要体验高速的快感，它能够满足你。那你要超车的时候，它的动力又可以随传随到。它的齿比很绵密，所以它动力可以马上的释放，可以马上的爆发。那再加上它是涡轮增压的设定，它的可以达到的特质。啊，我觉得这些不管是你在市区，或是你在郊区，或是在山上，都变得很好用。那当然，以今天这一台车，我觉得它是四轮驱动。它的极限很高，但是因为轮胎的就是四乘车，所以轮胎的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，所以在有一些弯道上，我甚至觉得它还没有到极限，它还可以再 push， 但是轮胎的哀鸣声已经就很大。这台车算是在底盘设计功力上的精进，因为它的极限提升了嘛，甚至已经高过这个轮胎可以承受的这个操控极限。那因为前置引擎的关系，它的配重也做得还不错。你在弯道上开的感觉，会觉得它前后的配重已经是接近50:50的啦。那当然有些小夹角它还是会推哦，就是它的哀鸣声会比较大。但是那是因为我早上把ESP 先关掉，但是 ESP 关掉的时候，它加速时候全油门加速冲刺，它的表现还是很稳。你不会觉得，当然它轮胎不会四个轮子空转然后弹射出去，不会。但是你全油门吹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，它的贴背性能是很鲜明的啊，声浪是好听的。那尤其在收油的时候，你在降档的时候，像收油的时候哦，它会有很清脆的蓝爆声。这是算是这一台车它在设计上的特点，它不会让你觉得动力不够。那开的时候呢，它的方向盘因为是电子辅助的，所以它也不会让你觉得重手或是太轻，那个路感的速度感的回馈其实精致度还是很高，精致度还是很高。那它还有一个转向辅助的功能，其实转向辅助的功能听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其实它是结合它的动态稳定系统，就是当它这个车辆的系统，它的主动防护已经侦测到你可能会失控，那它可能会借由这个油门刹车来调节它的速度，那它方向盘的辅助力道也会改变，然后甚至会让出现些微的这种拉扯感，然后让驾驶者去感受这个惯性力道的变化。我觉得等于是一台很安全的车，而且相对的，刚才我提到它已经换上了 4MATIC， 当然我们之前试的 E300 都是前置引擎后轮驱动，那这一台变成是全时四驱，而且它的前驱动轮的比例是 45%， 后轮是 55%， 整个感觉其实是稳啦。那但是你如果说想要再剧烈一点的超驾，也因为它的底盘设计变得比较沉稳，所以它不会出现甩摆，
就是你想要进行甩尾这些，当然大部分人不会这样玩啦，但是我是说如果你想要这样的体验的话，他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，因为相对的他这样的设计是希望能够给你更安全的驾驭感受。好，那因为我现在在开车，所以没办法看到大家问的问题。好，不晓得大家现在有没有新的问题，还是我们先停路边来看一下。那如果大家在收看这一次的直播有出现迟滞、累格或是断讯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 feedback 让我们知道。好，我现在先把它停路边，然后看看大家现在的问题是什么。起码刚好开心的问题，零到一百加速时测是 5.6 秒，我测了三笔都一模一样。那这一台车的动力编程有三种，1200它是 2.0 的四缸涡轮引擎，那动力是比较小的。那1300它也是 2.0， 但是它马力提升到245匹。我们今天试驾的是1400，它是用 3.0 升的 V6 涡轮引擎，所以它的最大马力是333匹，扭力是 48.9 公斤米。后座的舒适性很棒，因为它的轴距拉长了113mm。那空间，膝部空间当然就是连带会提升。好，现在已经超过六点嘛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急要下班。好，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告一个段落咯。统哥有看到统哥加入是不是？哦，统哥好啊，午安啊。好，我们再带大家绕一下。对，这台车其实真的是很漂亮，尤其这个红哦。以前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样的红色，但是这样的红色涂装在阳光下，真的有一种宝石红的感觉。它的质感包括它的线条哦，会变得更凸显，而且在黄昏的这种斜斜的阳光照射下，你会觉得这台车的线条跟这个它的雕塑，就是整个低宽圆的造型，会让你忍不住把目光停留在它的身上。那当然我刚才提到它的悬吊会比较软，所以你在崎岖的路面，它虽然有 Agility 的 Control 的主动悬吊，但你在崎岖路面它相对的舒适性会比较好。那只是说你在剧烈操驾的时候，它有支撑性，而且它能够降低 15mm，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避震器在收缩的过程中，你还觉得它的舒适比重还是偏高。好，我们再坐一轮，然后就准备跟大家 say goodbye， 因为现在6点6分，好，那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他要准备下班了，啊，没关系，就是要准备下班的朋友，先预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。那要加班的朋友也不要忘了要吃饭喝水，尤其夏天很热，很容易中暑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